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用奶上 Game Studio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一张小品地图。好，这小品地图是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找到了。然后这是开始，怎么玩呢？在每一关找到按钮，有些按钮藏在枪枪，然后要放在一个特别的方块上面。然后这是作弊书，然后呢？哦，你如果真的卡关，你可以看作弊书，然后全部都不可能达成。好，那我们先拿一个作弊书，然后这是什么？我可以放我最爱的音乐，看一下。好，现在呢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材质包不一样？我最近正在测试说我要不要来玩玩看别的材质包，对，就是试试看别的。好，那规则，你只能在冒险模式，然后正常的 chunk， 你们知道 chunk 吗？不知道去 google 一下。 chunk 是16×16×256个方块，但是我们只有16×16×16，然后那个指令方块需要开启，因为他说这个可以多人，所以怕是不幸没有开启指令方块。可是我只有一个人，你有是边缘人，太棒了耶！ Yeah！ 好，那我们可以输这个指令在每一关，对，这就是那种重生点的。再来。用在和平，有和平了，再来，有，这就是记得要把指令方块打开，然后要把时间停止，我们来试试。加 cookie， 我要先加 cookie， 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呗， Go， Go 啊，好，弄错， Go， Yeah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来找按钮，对，然后跑酷超级的，你们都知道，实况组跑酷都很烂，嘿嘿，啊，有。找按钮时间，你觉得按钮会在哪？哎，这是有符的，弄超烂。进房子看看，有没有像装箱？没有，好，乖。下面这就是一个草莓，为什么要放两个房在一起啊？奇怪。再来呢，我觉得有可能在屋顶，对，跑酷烂就这样 ，Q， 难过。我最近也会想要来找一些小品地图，嗯，太远，嘿嘿嘿，会打指令，怎么都过不去啊？那我们去。哦，我看到按钮了，嘿，有没有？有通通啊？好，那如果想要看我玩多人找地图的小品解谜的话，就点个喜欢吧，我们
会想办法试着接触一些朋友。对 ，QQ， 然后我在上面，这按钮，真的，呜、哦，好，没有。然后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说，我现在这个材质包怎么样？我目前是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就看你们觉得怎么样。指令方块，我怎么有压力板？哦，这是那个啦，我刚一开始来的地方。上传，当中箱没有，然后这下面的箱子没看过，没有。好，看底下嘞。看上面呢，看一下，来，跳，上得去的，跳，有吗？乌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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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。Are you serious? N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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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还有哪里可能会有呢？这里才16×16×16哎。啊，这下面呢？哎，原来这下面有箱子哦，我不知道。那难怪，呵呵。到了哈，被我找到了哈，是羊毛对吧？我对这材质包不是很习惯。开始啦，对，耶，嘿，嘿，我猜，我猜，有事吗？好，其实我觉得这地图还蛮简单的，但是蛮好玩。哦，我这材质包的微控是凸出来的。Cool， 好，下面自然光石，这地图感觉又比较复杂一点。下面的东西呢？下面的东西呢？没有哈，好，哎，我快死了，不知道死掉会怎样，感觉应该不会。对了，他叫我们每一关都是二次重置。好、哦。嗯。要。我上来了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看到按钮，哇，我怎么上来了？酷，怎么上来？太棒了！开关。